CSL 5G 企划今日请到 Mira 嚟到发布会，拎到咧印有佢哋自己头像嘅 SIM 卡。咁我哋咁多位嘅朋友啦，咁多 Mira 嘅粉丝咧，记住啦，即刻要加入我哋呢一个嘅 CSL 5G Mira Plan 啦，咁就可以用最高速嘅 5G 网络啦，再加上我哋全新嘅 5G 手机咧，可以随时随后得到 Mira 嘅资讯。小心嗱，可以企喺正中间啊，我哋一齐影张相先。系啦，大家一齐 Mira 企划 Experience the World Differently 嘅最新电视广告。喺我哋睇之前 ，Bruce。不如同大家分享幾句説話先。我記得三年前拍佢哋第一條長廣告片啦。SIM卡點解呢？因為 SIM 卡有曬我哋十二嗰個靚樣嘛，咁同埋又睇得又用得，同埋如果你有好多 product 需要用 SIM 卡嘅話咧，咁啱自己心水嘅一齊放落去，咁啊上網都上得開心啲啦，係咪先？同埋 SIM 卡最緊要係咩？隨時攜帶噶嘛，冇錯，隨時都帶住 Mira 去工作啊，去生活啊。OK， 跟住問下 Elton 啊，你自己呢？我自己咧就比較中意嗰個珍藏卡，因為 Mira 嘅珍藏卡咧，我哋啱啱喺台後面咧都有攞上手玩，就覺得非常之贊身。第一張卡啊 ，Tiger， 你自己咁多 product， 你嘅心水咧？咁多 product 嚟講咧，我自己會中意嗰張卡，因為嗰張卡咧嗱，即係一個人有一個人嘅效果，咁三個人嗰張擺埋咧，即係我就會揀 AK Lockman， 唔係 AK Lockman 問我個三張卡擺埋一齊。三個擺埋一齊咧，又喺度跳下舞 ，dance battle 咁樣喐身喐勢都記得。S L 嘅專門店，咁除咗有好多啱啱大家所講過嘅珍藏品之外咧，仲有每位 Mira 成員嘅巨型海報，咁啊記得去打卡。觀眾穿線雲張羅，日夜遊歷精彩，夢想一刻超彩，不死於意料之內，何日其實可再，還不得不愛。
L 五 G 成 Mira Pop Up Gallery， 仲会展出各 Mira 成员嘅巨型海报同埋一系列嘅限量珍藏品。由即日起至到11月25日早上10点至到夜晚10点，在海港城海运大厦展览大堂举办，大家仲快啲嚟睇！